在穿身边打个空翻，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，挥动似神探，追踪爱神眼不眨。我想攀登火山，执块石头欲嚟煎蛋。其实开心好简单，最紧要好。大家好，而家系2019年嘅九日星期六的上昼3:35，这个时间呢，我在家里就是冲淡这些绿茶在这里喝的。哇，今天已经是周六了，早上一早呢7:30的时候就落好大雨，好大雨的，一滴落了一个钟头左右呢，今日已經係停咗噶啦。咁我阿小姐起床嘅時候上班咧，咁啊落大雨啊嘛，嗰時候哇真係我聽到啲聲音好似傾盆大雨咁樣喎。咁啊，嗰時候我瞓緊覺咧，我冇出去拍視頻啊。通常啊，我會啊幾落雨啊，今日因為係標誌性嘅事件嚟噶嘛，咁洛杉磯係好少雨噶，如果有落雨嘅，我通常咧都會喺出邊去拍輯視頻嘅。咁樣誒，今日冇落雨，即係話咁佢落到咁鐘啊停咗，但係嗰時候我仲喺度瞓緊覺住嘅，所以我冇即係我冇起床啦。啊，咁啊天即係話天氣比較涼涼地嘅咧，咁一般咧都係。屋企咧就瞓多陣啦，即係瞓到自然醒啦，咁一直瞓到3:00啊，咁先係起床啊，咁樣先搞掂啲嘢，又飲啖茶嘅。啊，起咗床之後咧，我想咧就係將琴日我去西來寺咧用單反機拍嘅嗰啲咁嘅嗰啲風景咧，諗住咧就係編輯嘅，但係點知咧就係、是。可能咧就係操作不慎啦，咁樣去即係把琴日我去拍啲景咧，全部咧就係冇咗。咁冇咗之後咧，咁今日咧我同樣會去西來寺嘅，因為我嚟去西來寺咧好近嘅啫，唔係好遠，即係好近啊，所以大概係有15分鐘可以到嘅。咁去拍翻即係補翻下，因為個西來寺咧，即係呢幾日咧就係仲係春節期間啊嘛，咁佢好咗啲燈飾啊，好咗呢啲咁嘅，即係嗰度好多人去嘅，特別今日禮拜周六嘅更加多人去嗰個西來寺嗰邊咧就去玩嘅。琴日禮拜五啊，今日星期六應該仲比琴日仲熱鬧嘅，咁我一陣間咧我都會去嘅，帶埋呢部單反機。帶多幾個鏡頭咁樣去學下拍下哎呀，呢杯茶正，好正。再沖杯先。哇，我真係煲咗啲水啊！都係年初九啦，咪係9號啦，2月9號嘅。時間過得好快啊，所以話今日係年初四啊，咁年初七就係人日啦，咁樣即係啲時間係非常之即係好易過嘅。好在我呢度近啫，呢個風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如果你係去旅遊嘅，你拍咗好多啲風景嘅，咁如果你突然間冇咗嘅，啊啲咁珍貴嘅嗰啲鏡頭冇咗嘅話咧，你嘅心情啊真係哇好咩？唔係話你幾多嗰啲咁嘅啲拍攝啲鏡頭問題。是你
即係你付出咗，即係你係嗰種心情去拍嘅時候，你想去用鏡頭去表達啲咩嘢，通過啲風景你去表達啲乜嘢，你係有意識咁去拍攝嘅。咁一下子你冇曬啦，咁你即係譬如話，我今日去洛杉磯玩嘅，咁我要聽日我要離開洛杉磯嘅，咁去其他地方，當你想話睇翻洛杉磯佢所拍嘅嗰啲嘢。你突然間一下子唔見咗，咁你嘅心情會點樣咧？咁你肯定係覺得我又好遺憾啦。呢啲嘢係呢種損失係冇辦法可以彌補嘅。咁好在我呢度咧就係近，即係離呢個咁嘅西樓子好近。咁我今日就去度拍嘅。哇！今朝早同樣咧都係去食麵包，我發過呢啲咁啊，嗰啲麵包非常之好食嘅。咁加上佢嗰啲咁嘅嗰啲烘機啊咁樣放到咧，就好香嘅。以前咧我未有用呢種方法去食嘅時候咧，就買啲方包係咁食咧。咁因為佢係比較凍，而且有啲苦味嘅，咁樣就唔好食。但係而家我用個烘爐咧，啊，即係非常之好食啊！每日咧，咁我都即係會用單反機啊，或者手機啊，喺呢度咧係拍下視頻咧，即係好係好一件好簡單嘅事，但係呢種簡單事咧嚇，但係佢個意義啊非常之大嘅，即係點咧？即係話哦。即係好容易話睇到，你每一日你喺異國他鄉嘅嗰種生活情景、作息時間你係去做啲乜嘢嘢？呢啲唔係話用文字就可以一兩句可以寫出嚟嘅。記得你用嗰啲視頻嗰啲。日記，你係用以前我寫日記啊，咁寫某年某日我食物啊，呢樣嘢就用文字幫埋視頻係兩個概念，用口述嘅，用視頻呢個方式去講故事嘅，又係唔同啲嘅。或者等於我昨天去西樓子拍啲錄像嚇，咁你係用文字講話我去西樓子玩，我去表達，即係我想表達我自己，年初三啊呢、這個豬年嘅嗰種心情啊，都係用文字寫出嚟，不埋我去用錄像去拍出嚟，嗰種感受係唔一樣嘅，因為嗰啲係動態嘅。你的表情啊，你的身體語言啊，你所要所行的咩地方啊，咁你就通過呢啲咁嘅錄像去將佢全部一一咁樣拍出嚟啊，去睇好生動嘅咁啊，所以視頻幫錄像的確有啲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咁。今天都會去西樓子嘅。